各位朋友大家好哈，大家早上好。咱早起咧，第一节咱要来讲台湾的有关教育改革的相关一寡力量哈。当然这我初步是有意话，到时咧嘛是爱请咱所有先进咧，大家咱提供一寡意见，做来一寡探讨，来讲爱调整，爱修改部分，咱未来咱做一寡探讨哈。咱早起咧，我先甲我一寡想法咧。先跟咱的同心的，跟咱的先进，大家来做一寡分享吼。即、這个，咱要讲即个台湾的即个未来，即个改革甲教育市场即个理念咧，我想有两个宣言吼，甲咱即个相关的理念是真有关系的吼。一个就是即个世界语言观宣言，吼，另外一个是即个文化多样性的宣言，吼，即两个宣言咧，咱等下会详细过来看吼。这两个宣言呢，算是非常的重要吼。是安怎重要呢？这两个宣言呢，基本上伊拢有直接关的吼，就讲伊甲语言文化这部分呢，拢非常的一个重要吼。这两个宣言伊的背景呢、来由呢，基本上呢，拢是甲咱这个文化，伊认为呢，这个文化无论你是大细汉，无论你是强势还是弱势文化呢，基本上拢是咱认为。咱人的自在，伊基本的思维是安尼啦，吼。伊这个思维呢，是甲咱即卖即个常常咧讲的即个生态的保护，吼，也是讲即个生物的多样性，生物多样性的这概念呢，基本上拢是有相通的，吼。咱即卖翻头先来看讲，即个生物的多样性、生态的即个保护，这到底甲咱人有啥关系？吼，譬如讲。前一阵，咱有听电视报纸嘛，常咧报吼，即摆北极呢，即北极熊呢，死到剩无几只，剩无几千只尔咧，豆豆愈来愈少呢，即个北极熊也好啦，啊，像海鸥也好啦，大象啦，狮虎斑鸠啦，即个动物也翘起，甲咱人有啥物关系？有人讲遐啦，遐动物也翘起就准入煞咧，感觉安尼尔，遐动物也翘起呢。有可能还有一个受灾的是啥？有可能是咱人。我讲，这有啥物关系？各位想看卖，遐动物若跳，甲咱人有啥物关系？有直接嘛，有间接的关系。咱讲较白，上直接的甲咱人有关系啦。甲咱上厉害的关系是啥？各位，我相信咱在座的同事，真侪人年纪拢有一寡，拢真自信嘛。咱只定真侪真侪人，拢食一寡保健的食品，譬如讲，花生、生豆，食只鱼油者，请问这鱼油从底来？深海鱼油啊，深海鱼来的，这深海鱼啊，人死了了，咱们就食深海鱼油啊，还是讲话食一寡什么一寡为日本啊、为西部啊各方面提炼出来的一寡啥物件呢？保健的食品呢？你足侪拢是为动物食物内底咧提炼出来物件咧，凡是有一天咧，咱人发现讲，即北极熊内底，比如讲伊肝啦、伊胆啦，啥物物件咧，会当提炼出一个治疗艾滋病的一个药啊，还是讲互咱人食了咧，较健康、较袂破病的啥物可能保健的食品。但是咧，若到迄个时阵，咱煞发现讲，即北极熊拢死了了。所以咱都无机会啊！也是讲咧，前一阵嘛，即个新闻媒体嘛，常咧报咧吼，讲即个美国咧，伊遐蜂吼，即蜜蜂咧，伫生产起来即个蜂咧，用用端，真侪拢失踪去，拢蜂起。有个人想讲，蜂都有食物吼，食甲食尔，若蜂若死了，甲咱人有啥关系？嘛有关系咧，那厉害关系来较算的是，咱咧食的，菜啦。啊，是讲只果子啊，咱有甲统计过咧，差不多一半以上吼，拢是爱透过只蜜蜂。你若看一只囝无，迄落咧无上百个，真济，咱只要传播只花粉咧，拢在只蜜蜂遐来造成诶。有一半以上诶果子菜，若无只蜜蜂诶工作诶时阵咧，就拢无收成啊。所以前一阵嘛，一出电影叫做《即个疯癫》。在咧讲即个蜜蜂的即个故事呢，咱只花啦，咱只果子呢，一半以上，因为无蜜蜂，就来消失的时阵，安尼要怎？
咱的食物的来源拢减一半，也就是讲呢，可能有一半的人拢枵死啊。哦，啊，咱全球四五十亿的人口，一半的人枵死，故意啊，咱在座有一半的人什么枵死也无，无呢？哦，所以这就是讲，维护着这个生物的多样性，维护着这个生态的重要性。咱看，敢若讲，哎呀，无啥，不过呢，实在讲，迄种甲咱有连带关系啦。哦，啊，即北极熊，即海岸。哦，即海底，哦，即若即动物若消失去，也有一个受灾的可能，就是咱人类。所以，咱无迄个理由来破坏着咱的生态的即个多样性，咱的生物的多样性。同款的道理呢，文化嘛是同款，文化嘛有伊生态的边缘的。有个人咪讲，好啦，啊，即生物的多样性真重要吼，啊，即甲咱生文化佮有啥物关系？文化还文化，生物还生物啊，佮有连带。嘛是有地带呢，文化嘛是，嘛是为个生态，文化甲生物甲生态的这个一般大自然生态是同款的道理。啊，咱来举一寡例吼，比如讲呢，这个我先讲这个美国呢，有两个姊妹学家吼，叫萨菲亚，啊，萨菲亚甲沃夫两个姊妹学家呢，伊是专门在研究这个美国印第安吼，印第安人的这个语言甲文化呢。啊！伫正早以前就提出一个沙菲沃夫的这个海马斯实验吼，伊假设伊一个学说就对了吼。伊讲呢，每一个语言文化背后呢，拢有伊独特的一个思考逻辑，甲伊价值观呐。啊，你讲台语的，你有你的思考逻辑，甲你的文化价值观；你讲英语的，讲日语的，嘛拢有你个别真独意的这个价值观，甲你的思考逻辑内底。啊！你若使用迄个语言，你就受着影响，做无形中你就受着影响啦。啊、哦，譬如讲，即、這个过去呢，咱是台湾，啊，就因为中华民国统治的关系，所以咱受着中文的即个影响的。所以今日过去吼，我若咧写作文的时阵，啊，是讲咱咧做这字、字列表的时阵吼，拢是先为古早开始写，哦，你啊三十当年、四十当年做啥，啊，愈来啊怎吼？上古早拢写伫头前，啊！但是尾后我去美国读册时阵，才发现，啊，美国咧写字个叫做倒笔呢，伊是上近诶吼，就讲你上过来、上过近诶，现处时做啥物代志是啊，啊，过则一直写伫古早以前，是较重视你即摆伫创啥，哦，啊，同款诶，咱咧写一篇论文，你若中国式诶吼，一开始拢毋知要讲啥，啊，着为古早开始较讲，较到尾啊咧。伊结论较出来，哦，你来规篇看到完，你较知讲哦，伊到底是咧讲啥。啊，但是呢，你若伫美国呢，像我以前伫遐学英语的时阵呢，你写 essay， 你写论文的时阵呢，伊一开始就先叫你，你论点才先讲出来，哦，啊，比如讲我主张啊，台湾安怎安怎安怎，啊，你的理由啥，后壁即两三事才讲出来呢，所以为什么倒变呢？哦，所以类似这种的呢。这就是讲，就是沙菲亚沃夫去讲的嘛，就讲每一个语言呢，伊背后伊的思考逻辑，甲伊文化价值观。过来，咱举一寡例吼，像我咱台湾呢，咱是食米的民族的，所以咱的这个技术内底呢，有真侪甲这个米有关系的这个的产品。啊，譬如讲，咱有真侪款的粿，各位想看嘛，咱平时食过啥物粿？菜头粿。红木粿、红菇粿，足济粿拢是用米粒做出来的物件吼。像这种粿呢，即个爱食米的民族，较有这种特殊的这个讲法吼。啊，你若像越南话内底呢，伊嘛有这种的，因为越南嘛是食米的民族，所以足济叫做板，板就是等于咱台湾的粿啦。啊，什么板面、板烧、板什么什么什么板，还就是粿的意思。啊，请问各位，咱在座应该嘛真侪英语强好。啊！你这阿木粿、菜头粿，你这粿你要来翻做英语？你来翻英语？袂晓啦！啊！你就直接照这个甲粿，安尼甲翻过。这是因为为什么？伊这咱台湾独有的这个由这个食米所产生出来的艺术甲伊文化，所以这粿你就足歹讲翻做英语的。哦，啊，同款的道理咧，啊，你美国人做一个 burger， 人 hamburger、cheeseburger， 什么 burger？啊！你报告要安怎？哦，咱台湾讲个翻做汉堡啦，
啊，中国迄边听我讲，好像汉堡包，还是咩？哎，汉堡包吼。啊，所以人美国因为是这个种作侪麦啊嘛，所以作侪拢是麦啊的产品呢，所以伊就作侪种个包子吼。啊，所以呢，咱的技术内底无形中嘛反映着咱的文化，啊，当然文化嘛反映着咱的技术的，啊，这就是每一个语言内底伊的特点的所在，包括咱刚才嘛讲个，咱作侪过之外呢。包括咱三顿过去三顿拢会食饭，吼啊饭，同时来煮糜，啊咱糜嘛分几难种呢，哦，水较济甲水较少个，安怎分？在做东西过去，水若较济是安怎？咱讲较暗嘛，对无？水若较少个，咱就讲啥？嘿，竹科个科头糜、科糜，啊咱用暗糜甲科糜来区分讲吼，啊即糜呢较济水还是较少水？因为咱常常咧食米。这样来吃完，所以咱这艺术的分量真严。啊，请问啊，咱在座英语较好诶，啊那这个英语内底吼，糜啊较侪水诶，较较少水诶，你要安怎讲？你嘛袂晓讲诶，你可能讲啊啰啰长啦，就讲吼啊，这个米吼，啊，着加较侪水煮出来物件，你可能开较侪这个心思咧甲翻译。啊，所以像这种独特的，每一个语言文化内底，较特有的这个语词呢，你就足歹翻译。所以愈歹翻译遐物件，就是迄个文化内底愈独特。同款，客语内底，啊，讲咱原住民的语言内底，拢有伊独特的所在。啊，所以看有个人骂人讲的，像讲这个，像我顶几工啊吼，看这个 Discovery， 伊拄仔咧介绍着这个 ICG 模拟的吼。哎，嘛讲着呢，啊，这 Eskimo 人这人呢，哎，因住伫这个北极遐呢，伊遐逐天都拢拄着这个风势的，所以对着这个势，对着这个冰，有三四十种的无同程度的用词的讲法的，哦，啊，所以这就是讲，咱的语言会反映着咱的文化，同款文化嘛反映着语言，这是互相的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沙菲尔沃夫伊讲的这就是讲，每一个语言内底有伊的独特的思考逻辑，嘛有伊独。变变文化的价值观，啊，咱咧使用迄个语言的时候，无形中就受到伊影响。咱再来讲一下例啦吼，比如讲呢，咱即摆啊，信用卡好啦，信用卡我想嘛真普遍，大多数人拢捌用过，吼，信用卡啊，就是一张卡片，啊，你买一个物件，敢拄有一个钱付予对方安尼，但是你甲想看卖，你若是伫譬如讲，非洲某一个足偏僻的所在，啊，遐个人也搁咧用物件换物件，哦，也无钱的概念。请问，你家己讲吼，我家己买一只鸡啊，买一只鸭，哦，安尼我用张卡片来录一个，钱就交互伊啊。你想伊会相信还是相信？伊想讲你这诈骗集团台湾来的，哦，你头壳内底概念就无迄个啥物信用卡这个概念嘛。咁可能你若甲你若五十年前，甲咱阿公阿嬷、甲咱阿祖来讲吼，有这信用卡物件，伊要信也毋信，伊嘛讲伊咧骗钱啊，吼、哦。啊，但是咱即摆就有啊，为虾米啊？因咱个概念到达有嘛。但是你若还无信用卡这个概念的人咧，你技术内底你若从来毋捌听过信用卡，你第一界听，你连讲啊这是啥物件，你就无迄个概念。而且是讲即摆真侪少年人，伫网络顶头伫买物件，伊这电子钱。我想电子钱的在座的真侪人可能蛮用过，敢有人用过电子钱的？有诶，举手者。嘿，网络购物的时阵，还是讲你用 ePay 啦，哦，用 email 在咱甲钱送互你，有人捌试过无？电子钱，毋是干呐网络购物了，是用 email 在咱甲钱交互你啊。嘿，我想大多数人一定听无啦。嘿，少数人听有，有诶人就听无，因为这是较新的物件。所以你若讲到电子钱的时候，有人啊，电子钱是啥物件？哦，啊，所以像这种咧较新的概念，哎，这个意思咧，你若无学过，是你都唔知影咧。哦，啊，某人讲过一个笑话吼，讲咱讲这个电脑咧，即卖中毒哦，啊，有诶对电脑无熟，哎，啊，这电脑中毒会甲传染诶未？哎，电脑若甲中毒，会传染互各位未？袂啦，电脑内底传尔，袂传来咱人啦，袂过来咱人安尼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呢，一寡技术呢，咱若无遐技术的概念去，自然你就无伊背后迄个文化的概念都拢无啦。
哦，啊，所以每一个像咱台湾的食你的民族，所以咱的这个这样的美食的反映着咱的文化，包括着讲咱是一个海洋的民族，所以呢，咱台湾有足侪芝麻啦、奇亚啦，哦，足侪种无同的芝麻。你若住伫这個海边的人，哎、欸，对这芝麻伊当讲啊足有诶，但是咱你若住伫山间的人，伊可能唔知影。你若住伫蒙古的人，反正伊一世人慢慢看个芝麻，伊也讲芝麻伊嘛听有咧，哦，啊，所以这就是讲。每一个语言有伊独有诶，即个一个语言甲伊文化吼，啊有伊诶思考逻辑甲伊文化诶即个价值观吼。啊，所以呢，即、這个啊，咱拄则讲诶，吼、啊，即两个选填咧，吼、啊，伊就看着讲，咱即摆咧，真侪即个语言文化咧，拢偷偷咧消失吼。就亲像讲即北极是毋共款，亲像真侪海洋，亲像真侪即海底吼，即、啊、海豚咧，啊拢强要绝种起来，所以呢。伊就提出这两个选择，啊，这两个选择是安怎来呢？咱大师嘛简单介绍一下吼，这个世界语言权宣言呢，是这个1996年的时阵，有200几个这个世界的这个笔会吼，各国的笔会呢，以及这 NGO 非政府组织呢，因伫这个澳洲西班牙吼，这个巴塞隆迄个巴塞隆亚吼，迄个因。伊遐呢开会，啊，了呢宣布公布这个世界语言权宣言，啊，这上侪真长啊，吼，真侪吼，即咱等下再来重点看一下吼，啊，这个宣言呢，啊，咱来看一下吼，即这个宣言呢，咱伫后壁遐呢，嘛有伫咱的这个讲义内底呢，咱有附吼各位吼。咱如果各位嘛是第二六个部分的哈，各位若是要看完整的这个诶内容呢，啊，会当上网去 Google 查一下有，吼，啊是讲这个前瑞出版社施正峰教授呢，伊出一本这个《语言管理法典》《语言权利法典》，内底有完整的一个范本吼。啊，咱即摆看的这个呢，咱是有摘录过啊，吼，啊，这个我嘛把翻成台语版，吼，咱有这个中文啊，佮台语的这个部。啊，台语部是用专业的方式来书写吼。即、這个咱重点看一下吼，譬如讲呢，伊只呢，伊只嘛讲着吼，伊只第三条第一项，伊讲呢，咱呢有伫私底下还是公开场合来使用家己的语言的管理，啊，佮有使用家己的名声的管理，吼，啊，维持并发展家己文化的管理，吼，啊，佮来。哦，啊，过来，譬如讲，像讲，伫这传播的媒体内底咧，互家己的语言甲文化，会当尝试得到表现的机会管理，也就是讲，袂当像过去，哦，国民党独裁的时阵咧，哦，伊甲你禁止台语、禁止客语、禁止原住民语言，敢若讲北京话会使，哦，袂使有这种的情况，应该爱有，互人有机会会当来使用这个媒体，哦，啊，啊，真济吼，啊，这个。再来看，啊，譬如讲第15条第一项吼，所有语言社会拢有资格伫伊的地区内底呢，伊的义务、伊的语言呢作为官方的用途啦。吼，譬如讲，咱伫这个原住民的部落内底，咱有权利伫咱的部落内底用咱的，譬如讲，你若是台语啊、泰雅的部落内底呢，你有权利用台语的话，啊，你伫台湾的部落内底，你有权利用台湾的话。啊，作为恁迄部落的即、這个、即、這个官方语言，啊，也是讲咱伫客家镇，啊，伫讲合法的即、這个、客家社区内底，咱嘛有权利用合法来做咱的官方语言。啊，咱伫台语的即个社区内底，咱有权利用台语的即、這个、即、這个作为咱的官方语言，吼、啊。啊，啊，过来第23条第一项，伊讲吼，教育呢必须爱帮咱。增加着即个语言社群的第一啊，有所提供的区域内底会当表达家己语言甲文化的能力，啊，也就是咱拄则讲的，讲伫每伫客家社区啊，你会当用客语来做迄个官方的语言。啊，咱的教育是安怎？爱帮衬伊，帮衬互伊，即个伫客家社区内底，互即个生活有材料，用家己的族语来作为沟通的即个官方语言，哦，啊，再来。啊，像讲这个啊，
第三项内底是讲教育呢，必须要另外协助语言甲文化的多样性，以及无同语言社群之间的和谐关系。啊，再来像讲第二十五条吼，所有语言社群拢有资格来支配所有人类甲物质的资源，通去确保因的语言呢，伫伊领域内底呢，各阶段伊的教育顶头呢，会当拓展到伊所想要五万的程度啦。啊，再来二十七条，伊讲吼，所有语言社群拢有资格来教育伊的成员，让伊当得到甲伊的文化传统有关系语言的知识。譬如讲，因迄个社区定伫用的文学啦，一种性格，啊，也是讲，因迄个社区定伫用的文学啦，一种伊传统的俗语谚语，啊，这呢，拢应该成做教育的这个内容，哦、啊。后来第二十八条伊嘛讲着吼，所有的伊的社群呢，拢有资格来教育伊的成员，让伊会当来彻底了解着伊家己的文化传统。啊，什么款的文化传统？包含着历史。地理、文学甲其他文化的标签，咱有权利来接受这艺术教育，啊，再来甚至延伸到学习其他的因想要五万了解的文化，所以这是咱的教育的权利啊，啊，再来第二十九条第一项，伊才嘛讲着，人人拢资格用伊所住的区域的这个特定的通用语言来接受教育。啊！你住伫即个台语的部落，你有权利用台语的话来受教育；咱住伫台语庄头，你有权利用台语来受教育。啊，这个观念呢，完全颠覆着过去呢，中国党呢，甲咱强迫教育的。过去拢讲啊，一个国家一定爱干一个官方语言，啊，迄个官方语言就是北京话，完全唔对啦。啊，然后咱伫遮咧主张讲爱本土语言，伊就甲伊讲吼，你这心胸狭窄，狭隘的地方主义。欸，这是世界语言馆选的两百几个 NGO， 包括咱等下去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讲的这个世界文化多样性选的。欸，啊，这有国际化无国际化？咱国际上是安尼要求的，结果伊甲咱抹黑啦。哦，讲咱安尼是心胸狭窄，奇怪呢？啥物人无对国际行？是中国党无咧对国际行呢？啊，这煞颠倒甲咧无分是非啊，颠倒是非啊，啊，咱再来看吼。啊，再来第三十条，伊讲吼，所有的语言社群，伊的语言甲文化，必须爱伫大学的阶段作为研讨甲研究的主题。也就是你伫大学内底呢，有权利呢来研究你家己的语言文化，或者是别人语言文化嘛拢有权利。你会当，你的大学应该爱开足济相关的课，互学生会当去选修的。我举一个例。即、这个美国第五十迄个夏威夷吼，夏威夷正做美国的一州呢，才无几栋呢，无几十栋呢，吼。啊，但是夏威夷过去遐蛮原住，吼，但是夏威夷遐原住，即摆剩无两趴，无甲两趴的人口数。但是因夏威夷大学，因一学期开偌济甲夏威夷的话有关系的课，你着，无人知影无？你若有机会，你上网站去甲查，去查 University of Hawaii 吼。我去甲查过，我顶下去甲查的，敢那有关夏威夷语言哦，就一百五十几个学分啊，一个大学开一百五十几个学分，啊，若佫加上夏威夷文化的课哦，就是语言课佮文化课合拍的，才三百几个学分啊，一个大学开三百几个学分哦，通常咱一门课拢差两个学分，还三个学分尔嘞，你三百几个学分表示啥？百几门课嘞，一个大学开百几门。甲夏威夷在地啊，遐原住民的语言甲文化关系，啊，你若看咱台湾吼，全台湾甲合拍袂起来啦。有关台湾的无论客家原住民来讲台语，的语言甲文化就无甲你讲，袂超过一百只啦。哦，我即等下咱嘛会讲着吼，就是讲，足济台湾语文学的，啊，像台湾文学的，甚至原住民学，啊，像客家的，足济拢假拜啦，国际拢挂一个名。啊，其实无啥物做遐物件，即咱等下阁详细讲。所以你也看，当时安尼个要求啦，啊，详细啊阁真济，吼，即方各位等下再阁家己详细来看吼。另外呢，阁一个就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宣言吼，啊，即是2000年的时阵呢，即个UNESCO呢
即、這个啊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，伊所公布诶，即个文化多样性诶宣言哦。啊，即个呢，嘛是共款哦，伊基本诶即个概念呢，就甲咱即本上讲诶吼，即、這个生活多样性哦，共款诶基本诶概念哦。啊，即摆咱嘛附伫后面附件，附件二只吼。啊，即嘛真侪吼，咱敢若经几条啊啦吼。即、这个，比如讲第四条，哦，人权是文化多样性的保障，哦，啊，再来第五条，文化管理是文化多样性有利的条件，哦，啊，佮有，啊，即、这个第六条，吼、哦，所有人拢有取得文化多样性的管道，哦，啊，再来第七条，文化资产是创作的源头，哦，啊，再来文化的物品佮服务呢，参一般的即个商品无同，哦。啊，第九条呢，伊讲文化政策是推动创作的催化剂，啊，再来伊讲第十条吼，加强创作的跨度和传播的能力，啊，第十建立政府司部庙、司部门甲这个民间社团的合作的关系，再来第十二条是讲到这个有关 UNESCO 伊的角色吼，其中呢，啊，咱来看这个第。啊，第五条遮啦吼，第五条内底呢，伊遮就讲着吼，伊讲每一个人呢，拢有机会，啊，拢应该爱会使选择用伊家己的语言，特别是伊的母语，吼，来表达伊家己的思想，吼，啊，来创作甲传播伊的作品，吼，伊即人嘛讲着，伊讲每一个人呢，你要用啥物语言，我肯定所在的，但是呢，咱咧特别强调就是。你有权利用你家己作品，你家己母语啊，你的阿公阿妈的话，你爸爸妈妈的话呢，用你的作品呢来表达你家己的思想，家己的创作啊，而且内底有特别提起啊，啊，所以这呢嘛是去年吼，迄当时啊，黄春明来咧演讲的时阵呢，讲半点外钟了呢，我给控制，原因就是安尼，伊是伫遐安怎呢？伫遐甲你扭曲，伫遐甲你侮辱，讲吼，你用家己的作品，用家己母语唔对。伊用即种个当然歹东西来控制啊，哦，啊，所以你咧看，即世界文化表面上内底嘛讲着啊，每一个人会得用你家己个作品，哦，来创作，来传播，哦，来即、這个来表达你家己个即个思想哦。啊，即上侪呢，嘛是请各位等下家己来看哦。所以即两个宣言呢，世界语言权宣言甲即个世界文化表面上个宣言啊。啊，这是咱真重要诶两个根据啦。啊，我想咱未来即个教育即部分吼，会特别来加强即部，因为即部分呢，就是咱过去即六十几年来呢上欠缺诶一个部分。啊，就咱家己台湾呢，有关母语、族语即部分诶即个受教育诶管理呢，完全互剥削六十几年啊。所以即部分呢，是咱需要特别来加强，来甲复兴吼。啊，即、这个啊，越南呢有一个历史学家吼，叫陈仲基啊，伊着啊过去有讲过一段话啦吼。即、这个陈仲基呢，即个啥物人，我简单补充一下吼。啊，即、这个越南过去吼，有相当的时间互中国统治吼。啊，后来呢，才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时阵呢，嘛正做即法国的殖民地，啊，是到1945年呢，即胡志明呢才领导越南呢。啊，宣布即个越南独立。当然，伊一开始独立的时阵呢，无半个国家敢承认啦。但是，咱嘛是坚持，啊，咱嘛是宣布即个越南独立建国吼。啊，即、这个陈仲基呢，伊算是越南的第一个用越南罗马字来，啊，再来用越南的历史的越南的书卷来书写越南历史的一个历史学家。哦，啊，伊呢，伊就讲吼，伊讲过去呢，即、这个。越南吼，中国统治的迄段时间呢，阮大人囡仔呢，啊，啥物人去学校读册呢，啊，拢干学中国史尔，哦，啊，拢无咧学本国史，哦，就是越南历史拢无咧学，哦，啊，写诗写有写文章，嘛拢爱根据中国的古典，哦，啊，对家己的即个历史啦，哦，对家己本国的物件呢，哦，当作是无重要的，哦，啊，即、这个情形呢，完全就甲咱台湾是一模一样的，哦，完全是一模一样。啊，咱台湾这嘛是嘞，啊，你囡仔去学校读册，嘛是学中国史、学中国文，哦，
啊，对着本土的历史、地理、语言拢无咧学咧，哦，啊，那有嘛足少的，啊，过来通看起，看清咱家己本土的这个的历史甲语言啊，啊，所以呢，像这个越南呢，伊伫这方面呢，啊，就真侪，真个经验，哦，会当达到咱的参考哦。啊，像这呢，这是越南伊进前呢，这是到1945年。因宣布独立了的时阵吼，当然你拍入个对，甲拍入个战吼，啊，伫拍入个战的时阵呢，伫有闲的时阵，因穿嘛较空呢，啊，嘛是学家己个母语的读写呢，就讲伊平时安讲越南话，啊，但是呢，啊，越南话要哪读，要哪写，嘿，你看，就是今日你教吼，教这越南话就蛮是吼，啊，像这是过去发现的报纸，啊，伫法国统治之下呢。伊发现啊，像这是越南文的报纸吼，越南风吼，这是过去呢，较早嘛用汉字吼，所以这会够到汉字，但是尾仔改做罗马字啊，吼，越南风啊，越南文的吼，啊像这越南独立报吼，越南独立吼，这是从1945年发现的一个报纸吼，啊所以呢，像这越南呢，伊安怎来啊，就是咱人。像讲越南吼，啊看起来咱像也无介厉害嘞吼，啊经济也无啥无发展嘞。但是各位咱也想看卖哦，越南算是近代内底嘞，你也看，即、這个法国啦也好，中国也好，美国也好嘞，要甲招食袂起嘞。啊，法国是伊一开始虽然是即个法国的殖民地，但是尾仔法国嘛是许越南赶走的嘞。啊，包括美国伫即个越南战争的时阵嘞。嘛是拍足久诶，拢无法度甲食咧，尾仔才为越南撤军咧。啊，中国伫1979年，吼、哦，讲要啥物侵略战争，结果嘛是拍断去咧。啊，所以看起来，你若看，敢若像咱平常一粒仔囝尔吼，但是险嘛是真险咧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呢，越南虽然讲伫经济方面咧较落后些嘛，吼、哦，对咱较对袂着，但是呢，咱伫因对着国家诶即个意志、国家诶认同即部分。对着家己的语言甲文化的认同这部分咧，我想嘛是，但是咱来一寡参考啦吼。啊，咱台湾呢，即、这个我想咱大众知，咱是一个多语言、多族群、多文化一个社会，海洋的一个社会吼。但是过去长期以来，啊，就因为中国党的关系咧，哦，啊，伊是实际上独尊华语的即、这个语言政策，哦，啊，佮包括即大中国、大中国的即个教育政策咧。地书讲呢，啊，所以咱台湾大家拢学北京话，哦，啊，然后讲对中国较了解，连咱对台湾较无了解，哦，啊，咱对中国了解其实嘛是有限的呢，嘛是中国党去过来去套尔呢，哦，甲现实即卖共产党统治之下中国呢，其实嘛无差呢，嘛无共的一部分呢，但是这部分呢，过去因为安尼，即、这个中国党的这个教育观念，所变成讲咱家己说甲台湾才脱节。所以咱的这个未来，咱这个教育的这个部分，我想就是真重要的一环，就是讲根据这个世界语言观的宣言，啊，搁这个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的，爱恢复咱家己身为台湾人的这个自信，啊，爱恢复咱家己的母语，恢复咱台湾人会当来了解台湾历史地理，了解咱台湾人的文化，我想这是咱真重要的一个部分吼。啊，再来除了就是讲恢复咱台湾本土文化，啊，伊个自信，甲伊个即个价值观，啊，甲伊核心价值之外咧，我想对着即个全球化时代来临吼，即摆真侪即个移民刷来刷去，啊，譬如讲咱台湾后人刷去外国个，啊嘛有外国刷来咱台湾，啊，即十几年来咧，特别真侪即个为东南亚刷来咱台湾个非常侪吼，啊，即内底当中。上济就是即个越南，啊、哦，越南啦，啊，是讲印尼啦，啊，是讲泰国啊，柬埔寨啊，等等，像这位东南亚来遮新移民嘞，啊，遮新移民的数量嘛未少嘞，哦，敢若越南就将近要10万嘞，10万越南人，哦，啊，你若去挂伊的即个伊遮的即亲戚吼，来到台湾嘞，啊，是讲挂即越南流工来到台湾，正10万嘞，啊、哦。啊，你啊，所有外籍移民超过20万啦，哦，即啊，强要超过咱的新，咱的即个关注面啊咧，哦，啊，尤其内底上侪是啥咧？中国新移民，
中国移民诶，差不多30万人。啊，所以你若即个中国诶，啊，凶东南亚诶，加加诶呢，差不多50万人，等于是咱原住民诶数量啊。即个新移民呢，来到咱台湾呢，啊，要安怎做，咪会当适应咱台湾生活，入迈咱台湾，爱当认同咱台湾。啊，即部分，即嘛是咱真爱需要来做诶。啊，当然，过来另外一部分就是讲，伊来到咱台湾诶时阵呢，伊原有伊诶文化，我想咱慢慢来摆脱。啊，伊嘛同款，伊个关系会当保留伊家己原来语言文化。啊，即个伊保话人讲，比如讲越南人，若过来台湾，啊，你佮互伊教越南话是要创啥？这是对咱来讲，其实是有好处个。因为咱用较开阔个角度来甲讲个时阵啊，比如讲伊个后生祖囝，来当甲越南话先煞甲学起来。伊伫咱台湾除了学台语之外呢，啊，学客语之外呢。伊先算甲越南话甲学起来，即对咱嘛好处呢。无形中，咱台湾加足侪无共诶语言人才。后盖咱要越南诶语言人才，即嘛有。要柬埔寨、柬埔寨，还嘛有。要辽国诶嘛有咧。咱都无共诶啦。啊，即个人个呐，即个作为，譬如讲台湾甲越南诶一个文化诶交流嘛，啊，用台湾甲菲律宾诶一个文化诶交流嘛，啊，即真好诶一个，迄顶上一个资源啊。咱毋通甲想讲，啊，即可能着，啊，伊是毋是，若越南话了，啊，台语着讲袂好，吼，啊，讲客语着讲袂好，咱本地遮语着讲袂好，无迄个代志啊。啊，即咱等下会详细为即个语言习得，为语言学习个角度来讲吼，无迄个问题啦。所以呢，像即部分有关新移民个遮相关个议题，即我想讲，嘛是咱真重要个一个爱注意个一个项目吼。所以即两部分是咱未来一个即部分，我想是爱。特别注意的吼，啊，接下来咱来讲这个较具体的，咱未来教育的一个规划吼。啊，当然这部分就讲未来嘛，是需要各位到提供一寡意见吼，看要来做一寡调整，做一寡啊修正吼。啊，但是咱先来讲咱这个教育的这个理念加这个目标吼。我想，咱基本的理念就是讲吼，咱无分性别，无分党派，嘛无分族群，吼，啊，从阶级。年龄，哦，还是讲伊个宗教，哦，还是讲即个庄卡甲都市的即个差距，哦，还是讲即个新兴发展的差异，哦，这样呢，咱拢无区分这样物件，哦，咱所有国民的教育权呢，拢爱受到平等的对待甲保障，无论大细汉，哦，无论好也善，咱拢应该爱保障着伊即个教育权，哦。啊，咱爱注意着，即个每一个人个差异性啊，每一个人，诶，伊个发展、伊个兴趣、伊个能力可能无相同啊。啊，咱应该爱按照每一个人伊个兴趣、伊个能力来互伊受教育，来发展伊家己个未来个一个发展吼。我想这是咱基本上咱爱做个一个方向吼。啊，咱较具体个一个。教育目标呐吼，咱初步是话在做几点吼？啊，第一点嘞，啊，当然这就是咱拄只有讲到吼，过去受着这中国党诶影响关系，即六七十年来嘞，咱拢变成讲吼，明明咱是台湾人嘞，啊，但是咱台湾人互中国人跟甲做下骹，饲甲做下骹嘞，敢若袂输新妇啊嘞，哦，所以这部分嘞，这嘛是咱未来真要紧，就是讲要安怎互咱台湾人认同台湾啊。以身为咱台湾人为公益，我想这嘛是咱真重要。就讲你成做台湾人是一件足公益的代志，毋是见笑的代志，嘛毋是受委屈的代志。我想这是咱真重要，哦，咱未来应该爱做的一个目标吼。过来就是讲培养伫咱的国民的伊的这个人文的精神甲素养，哦，啊，过来会当传承甲发扬咱台湾的这个本土的文化。就是这嘛是真重要，哦，也就是讲爱传承，搁会当发扬，哦，传承就是讲过去好诶，咱会当搁甲继续落去，啊，当然啦，较无遐好势，哎，咱那个，甲改进一下，哦，啊，会当搁发挥着咱个创意，发挥落会搁较好，我想这是咱，嘛是咱爱做诶一个目标吼，再来就是讲培养具备着即个独立诶思考，哦，啊，独立思考。啊，过来民主的素养，甲这个法治的观念，诶，一个现代公民啊。啊，咱过去呢，
基本上咱即个大多数，包括我家己嘛是，过去受着即个中国党诶即个教育，啊，中国党教育是啥？是摆脱诶教育啦，来用书面诶迄个讲法用，即摆脱诶教育啦，啥物叫摆脱诶教育？就是伊敢若袂是饲猪共款啦，会甲饲互肥肥，然后你叫伊推推安尼落来，哦，伊都甲你教育做，啊，你即、這个一寡技术性诶真好做啦，哦，你要你工厂做工人，哦，你有遐知识，啊，你安去遐，你遐做有做咩，啊来探亲，诶遐技术，伊会甲你教。啊，但是独立思考，互你真做主人诶思考，即个观念伊无爱甲你教，无爱互你。所以你遐看，即、這个过去呢，咱台湾人你当读政治诶无，法律诶无，足少诶啊，尤其是政治诶足少诶，你足少当读政治诶。所以即摆足侪政治诶拢操纵伫啥物用手头，拢是中国人诶手头。啊，咱台湾人大多数就是拢，人迄、那个吓啦，医生啦，啊无就技术类啦，啊科技啦这方面诶物件啦，啊，啊所以呢，未来呢，咱诶国民嘛爱有独立思考诶能力，啊，啊爱有民主诶素养甲法治诶观念啦。我想这是即六七十年来，咱嘛是非常欠缺一项物事，啊，尤其中国国内啦，啊无民主诶素养。哦，啊，无法治的观念，拢因讲因对呢，啊，咱讲的拢唔对，啊，拢啊，伊讲较对。我想这未来袂使安尼吼，就讲咱有独立的思考、民主的素养、甲法治的观念，吼、哦，这是非常的重要吼、哦。啊，过来就是尊重文化的差异，啊、哦，甲欣赏着文化多样性的海洋国民，啊、哦，就是讲咱会当尊重是无同的文化的差异，啊、哦，包括咱国内，欸阮厝边也好，客家也好，闽南也好，讲台语也好，哦，也是讲有新移民来越南啦，哦，泰国、寮国等等，即无共个文化，咱也当作是好代志，迄毋是歹代志啊。但是过去呢，中国当代伊为着啥？哦，伊为着要互咱要甲咱同化咧，所以呢，要甲台湾本地文化拢甲消灭。伊就讲哦，当然中国文化上好，中国语言上好啦，拢单一个语言文化迄种思想。啊，这是对的。啊，这应该咱就是照着咱拄则讲个联合国也好，世界医院宣传也好，所讲个只，无共个文化，这是好代志啊。啊，咱毋通甲当作是歹代志。啊，啊，这多样文化多样是有啥好处个？咱只嘛要记者较具体个啦。啊，因为当时讲这听起较抽象，哦，可能感觉较袂出来吼。咱用较具体个例子来吼。譬如讲啦吼，咱即摆即个全世界差不多将近200个即个国家啦吼。啊，假使讲咧，每一个国家拢有一种个传统个音乐啦吼。啊，譬如讲咱台湾，各位恁会经啥物做咱个传统音乐？啊，哎，茶啦吼，有人讲冬瓜茶，吼，啊，种青草茶，吼，真济款个茶吼。好，譬如讲咱经冬瓜茶好啊吼。啊，日本的传统饮料，咱会叫啥？抹茶、绿茶，哦，无人讲抹茶好啊，啊，有人讲sake，哦，sake当作饮料嘛，是无吼，嘛是会使啦吼。啊，过来，啊，美国嘞，美国咱会叫啥？可乐，嘿，我想大家拢会叫可乐吼。每一国拢有一个传统的饮料吼。啊，你若是古早，假使讲200-300年前，世界也无往来时。咱台湾人，啊，未出世较大较老咧，你就敢有冬瓜茶通好啉尔，啊，美国人嘛敢可乐通好啉尔，伫互相无往来个时代是安尼。诶，啊，你即摆若总讲有一个好个正面个互相往来个时阵呐，吼，互通有，哦，啊，咱甲咱个出口伊甲别国个好个即个饮料甲进口来呢，诶，即摆呢，咱若去西边个时阵呢，啊，咱遐个看。咱原定啊，冬瓜茶尔，即摆咱就变成200种诶。你要冬瓜茶也会使，啊，你要即个可乐嘛会使，啊，要抹茶嘛会使，啊，也是讲要越南咖啡嘛会使呢。咱本来一生当中单一种饮料选择尔，但是咱即摆呢，伫公平诶状态之下呢，咱互通有无？哦，即个时阵咱甲外国另外迄199种诶饮料，拢甲进口入来，咱就几种。咱就200种糖果啉嘛咧，
所以呢，咱本来那种的选择，即马变成八种，敢唔好？加较好咯。所以咱若有这个文化的差异，文化多是互你紧的时阵，咱食物件嘛食较袂鲜的。啊，无你三顿都拢食迄，食较慢鲜。譬如讲，咱过去拢敢食菜头粿，啊，三不五时食只汉堡嘛，无要紧的，对无？啊，三不五时就是啊，咱食只越南的粉，越南的河粉嘛，袂歹的。对无，还是讲食些日本的啥物寿司一个吼，咱换些无同的，口味即嘛袂歹，即就是咱的文化的多样性，会当予每一个人根据你家己的兴趣来选择你要买的物件，所以即照讲是好的代志呢，但是过去呢，咱拢予训练到讲，达你语言，达你文化的习惯，爱是啥？你中国都要甲咱同化，要甲咱写袂咱本地语言甲文化。所以呢，这部分呢，这个是嘛是咱未来啊，真重要吼。就讲培养尊重文化的差异，咱文化小可无同，迄无要紧，这足思想的嘛。啊，你若大家拢同款，啊就惨嘛咧。再来，咱来鼓来培养这个具备着这个全球的视野咧，啊，佮会关心全球化的这个世界的公平。我想这嘛是真重要吼，尤其是即摆呢，这个。世界呢，愈来愈小，这个全球化的这个议题呢，譬如讲地球暖化，地球愈来愈烧，这要安怎？你的北极遐个水呢，遐个冰呢，融去的时阵呢，要安怎？就讲地球暖化，等等的这问题，要怎解决？因为这是拢牵涉到每一个人，拢会受到影响的。所以呢，咱要哪有全球的视野？我有一个国际观，再来，要安怎？就是讲对着这全球的议题呢，咱来共同去关心啊。因为你在国际上，其他国家帮衬咱，咱就爱同款，咱适当咱嘛爱参与着国际事务，安尼咱才会甲你斗相共。所以呢，要全球的视野去关心这个全球化的议题呢，这嘛是咱真重要的一个的教育目标吼。再来就是提升到国民的素质，甲增进到咱这个国家的这个竞争力吼。这部分当然是就较现实的角度来规划啦吼。就是讲，咱伫这个世界是将近200个国家内底呢，当然咱爱增加咱的竞争力。要竞争力，即摆足重要是啥？人嘛，人力是足重要的。你要竞争赢，你就是人的素质爱好的。所以这嘛是咱真重要的一个教育目标吼。再来就是讲，这个受教者伊个别的差异吼，要咱家己的潜能，要家己的潜力，会咱甲激活出来吼，这嘛是咱真重要的一个方向吼。再来爱强健着、强健着这个学生的这个体魄吼，不然人家发展等等吼。我想这是咱初步得出来的。教育一个目标吼，再来呢，咱要来讲较具体，咱来规划吼。拄则讲迄拢是较抽象的吼，讲未来大要安怎，要咱达成遐目标，当然咱有具体的即个政策吼。即部分呢，我则暂时是有列13点吼，有列13点的即个较具体的政策出来吼。当然未来拢是要咱做一寡调整吼。大先呢，咱来看吼，第一点就是。嘛是甲咱一开始讲的就是讲要咱强化着咱台湾的语文、历史、地理、甲文化的这国民教育，这是咱上重要的第一项的工作。因为这嘛是60-70年来咱上欠缺的，这部分完全会使讲是接近零啊，过去只60-70年来会使讲接近零吼。要讲这部分进程呢，我想在座的同心的有的人可能捌听过。我可能办法先做一下啥，捌听过啦，也像一进前捌上课过，好，而且，有有听过，有无听过？咱即摆在提醒各位吼，有人讲，你要教台湾语文，你台湾语文是会当写的，即咱进前人上过个课程是会啦，无问题啦，即摆佫小溜一下吼，譬如讲原住民，咱台湾上早的主人，17世纪就有安尼。像这马太福音，在17世纪的时阵，因就这个用希腊语的话呢，
来翻译啊马太福音的啊，虽然讲可惜啦，吼当中迄中断去咧，但是较近代咧，近代原住民中心的吼伊嘛编即个原住民的教材咧，逐种话拢嘛会写一，啊，伊拢总编43种语言甲方言啊，而且原住民教材咧，伊嘛开过来当那个编出来咧，所以原住民咧无问题啦，啊。有书写就书啦，是无啦，吼、哦。再来台语的部分，即嘛无问题啦。像这呢，啊、哦，各位各位记一问，咱台湾上早报纸1885年所发行的《台湾府城教会报》，伊就是用台语龙啊伊在办的啊，即嘛无问题啊，吼、哦，你相片是吼。啊，像讲客语的嘛无问题呢。像最近呢，今年呢，即、這个佫有新版即个客语的圣经呢。啊，新古约契约圣经嘛要出版啦，啊，像这呢，这嘛无问题，啊，契约嘛写着，所以基本上呢，拢无问题啦，啊，啊，像这是这个咱台语的这个，啊，这拄好最近呢，由我主编的这个啊台语文学啊台语白话文学选集吼，啊由咱文化所出版的，这就是咱个过去呢，咱拄则讲的这个台湾府城教会部，啊，啊，佮有一寡相关的。报纸十集内底呢，咱有甲选录一寡啊，较有关文学性诶一寡即个文章吼，咱分做五部分啦吼。第一部是有关甲文化历史书甲科目，搁来台语文学，啊搁来小说、日本诗歌吼，啊搁来散文，分做五大主题，规下甲选录出来，为几啊百万字内底呢，要甲印出来，要甲重新出版出来吼。啊，所以像这呢。基本上，咱台湾语文的书写，迄拢无问题啦，是干欠教育尔。哦，啊啦，若认真讲吼，要书写，拢已经无啥问题吼。好，啊，咱即摆讲，啊，咱要哪来进行的，要哪来强化着咱的台湾语文、咱的历史、咱的地理、咱的文化的这国民教育的。首先，咱先针对语言的部分啦吼，咱初步提出来构想是安尼啦吼，就是讲咱未来呢。咱的这个国民教育是在二档吼，咱个规个拢这个国小、国中、甲高中，基本上拢是义务教育，是十二档这个国民教育吼。啊，伫这十二档的国民教育内底呢，伫语文课咱分成大类，一个是台湾本土语文，啊，啊另外一个是这个国际的语文，啊，啊这个台湾本土语文呢是包含几种的，啊，第一种是原住民国族文。啊，诶，即个语言啊，阮从国族啊，这是算其中一类啊。啊，过来台湾的客语啊，啊，过来台语啊，这三种啊，这拢是台湾本土的语文。啊，你伫这十二档的国民教育内底呢，基本上啊，咱就分做主修甲辅修啦。啊，主修就是以你家己的族群的母语啊，啊，当你家己的族群母语，由你家己决定啦。啊，基本上你的老爸老母若讲台语的，你是用台语嘛。啊，安尼也是，老爸老母讲客语的，你就是用客语。啊，有的人讲啊，我若老爸台语，老母客语啦，无紧啦，迄你家己拣。啊，还是讲你两个拢学起来嘛好嘞。哦，就是讲咱基本上咱袂甲你强制讲你做一个，因为你家己咧决定嘛。你主修一种，哦，主修一种就是讲，迄个你爱上脑啦。哦，听讲读书拢爱上脑，为小学甲高中呢？迄是你上主要的教学语言，就是你上，比如讲你若教客语的人呢，啊你上课呢，你上数学嘛上客语哦，哦，啊你上物理化嘛上客语呢，也就是讲，迄个客语是你上主要的语言哦。啊，再来爱辅修一个其他族群的语言，哦，譬如讲，我若住伫客人镇附近呢，哦，我了客人较侪的时阵呢，我就辅修客语嘛。啊，辅修客语的时阵，安尼咱啊。甲客家朋友要沟通，咱嘛当讲客话啊，哦，互相嘛，所以咱用一个互修的概念，就是讲，安尼就袂讲吼，语言袂通。有人讲，啊，咱随人讲随人的，啊，唔着鸡同鸭讲，就袂通，无迄个代志啦，哦，咱过去国民党还袂来以前，啊，台湾人嘛是沟通了真好啊，都毋是国民党来较会当沟通一下，对无？哦。啊，所以呢，咱会规划一个辅修，啊，啊，辅修就是讲主修以外呢，啊，相对的一寡时间呢，你得爱去学其他族群的语言。
啊，咱若是隔壁住的，是台湾的，吼、哦，也是讲即个卢卡的，吼、哦，也是讲原住民某一族的，咱着互相去做嘛，安尼咱就近嘛，哎、欸，咱要甲伊沟通，要做生意买卖，要往来也较方便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咱伫即个国民教育十二档内底呢，主修一个，过来辅修一个，啊、哦，这是基本的。当然，你若要辅修两个，迄拢嘛无要紧，迄阁如何，啊、哦？这是有关本土语文的部分，再来另外一部分呢，国际语文啊，国际语文就是本土语文以外，咱拢嘛叫做国际语文啦，哦，包含着这个英语啦、日语啦、华语啦，哦，也是讲这个越南话、哦，印尼话、泰国话、菲律宾啊、达加龙哦，这样拢咱都拢叫做国际语言啊。啊，咱伫国际语言内底呢，啊，咱必修英文啦，美国式的英文啊。我想这是，其实咱即摆嘛，顶是有在进行啊，吼，即摆为国中开始，啊，其实足侪拢嘛，已经甲为幼儿园就开始学英语啊，啊，所以这部分其实无啥物困难，现主是其实大多数都拢抄写咧吼，所以咱必须有英文之外呢，咱可以复习另外一种，嘛是同款，互你家己叫，啊，你要日语、要华语、越南语、泰国话、印尼话，拢无要紧，你去复习另外一种的这个。国际基本，哦，啊，当然，这个时数要偌济，这咱这技术上来，这咱要讨论啊。就是说，咱个大观念就是讲，第一，本土基本一定爱顾起来；第二，国际基本呢嘛爱有啦。因咱即摆吼，大家即交通方便，一个去美国，一个去日本，一个去欧洲，一个去倒位。啊，你若加一寡语言的能力，对咱家己、对国家的竞争力嘛是有好处啊。啊，所以这是咱初步。针对语文这部分的一个规划吼，啊，有的人讲，啊，你主修、副修一项，啊，本土、国际各两个吼，啊，合合着四个安尼，啊，十二档内底要学四种的语文，敢学会起来？放心啦，有环境就会起来啦。我即摆来讲一寡，迄个基本的概念吼，我先举一个例啦吼，从我过去咧有。读大学的时候，真侪马来西亚的同学，啊、哦，啊，包括我去年八月嘛，去马来西亚呢。啊，马来西亚遐花钱呢，大家人嘛凊彩会晓五六种语言，着马来话一定会晓嘛，因为遐官语也是马来话。啊，过来，伊本身啊，广东籍的，广东话嘛会晓。哦，啊，伊附近人讲客话，还是讲福建话，哦，伊嘛拢会晓的。哦，就广东、福建客话，哦，啊，马来话，啊，过来英语。所以凊彩，大家人每一块差不多五六种的语言拢会晓，哦，啊，无就海南话，真侪种的，哦，所以我就甲伊问讲，啊，恁哪会遐厉害？恁哪会讲？啊，伊讲头先厉害，啊，大家拢嘛安尼，因环境的关系啊，环境你定拄着啊，你就存会晓啊。比如讲，遐，哦，广东话因过去广东的这个电视、电影，哦，真发展的，所以大家人看广东出广东电影了，自然广东话就拢会晓的。哦，上无嘛听有，啊，所以基本上你要会晓五六种，哦，基本上是啥物无困难的，哦。啊，咱即摆就理论上诶，嘛来简单讲者，话讲，啊，无困难，啊，到底，诶，有影无影？啊，咱即摆就理论上来来甲看吼，为即个语言习得吼，语言习得即个角度来甲讲，啊，啊，基本上，若认真要讲即个语言习得，这是。长期的课，因为我是心态开嘛，而且是爱长期。但是咱那个浓缩做三分钟，吼，会较浓缩小块啦，吼。但是这个无讲袂使，因为吼有个人，我若无讲这话，人讲哦，啊，你着煞毋知你要推荐较一种语言，你着讲吼，较一种语言吼较好。吼，啊，这毋是学白学白吼，咱是真正有理论的根据吼。咱来看吼，像讲这句话吼，这句罗马字呢，到哪叫会晓写啥物？下面这句。嘿，是吼、哦，你讲阿明，啊，这是台语人嘛？你讲阿明呢，伫灶骹偷偷食恁弟弟的鸡鸭饼吼。嘿，这是一句，来，请问各位吼，咱过去呢，咱讲，咱若讲着语言学习，讲着语言的学习吼，请问啊，语言是安怎学起来？啊，自细汉有人讲，啊，都听咧嘛，啊，都模仿嘛，老爸老母讲啥？啊！你着甲学起来嘛，啥物人讲啥，你着甲捡起来嘛。咱过去
传统的想法拢是讲吼，啊，都咱人就亲像一台录音机嘛，你听了一句话就甲录起来，听了一句话就甲录起来，啊，要用的是那个磁波咧，才甲放出来咧。各位啊，你甲想看卖，安尼敢有道理？啊，有人讲有道理哦，敢真有道理？你也想看，你讲话话，敢拢逐句话拢恁老爸老母甲你讲过？哎，话你捌听过，但是你嘛法度甲讲出来咧。啊，而且咧，你若是讲亲像录音机安尼啦，吼，哎，就敢像录音机共款。你只要讲的一代过一代，愈来愈少呢。伊会失传去嘛？比如讲，你即届学着一千句，但是到恁后生组结肯剩900句，过来到恁孙肯剩800句，只要讲人几，若只要安尼传统的想法，哎，人伊会愈来愈少嘞，就像伊安尼讲，愈来愈无清楚嘞。但是咱人的语言是愈来愈侪，愈来愈复杂嘞。啊，尤其语速，吼，的思维呢，对着无同的文化的进展嘞，咱的语速是愈来愈发达嘞，哦。啊，所以呢，其实咱过去的这种呢，这个模仿术，咱讲模仿术，啊，就模仿人讲吼，啊，咱来记起来，要用啥个办出来？其实这种是过时的讲法哦。安怎讲的过时的讲法呢？啊，这个观念是安怎拍破的？这就是一个美国的一个语言学家叫龙中斯基吼，啊，真有名的一个语言学家哦。伊提出伊这个转换生态的固法。啊，转换生成语法啊，伊提出伊这转换生态固法啊，以后呢，这个从事语言实践的研究的人，才开始有新的无同的看法，无同的观点，所以才推翻着过去传统的这种语言学习的这种角度的讲法啊。啊，伊这个转换生态固法什么意思呢？譬如讲啊，阿明，你早到头头食个鸡鸡片，啊，你今仔日呐换做阿辉啊，换做阿忠啊。但咱过去讲话，你得记三句啦。啊，一句是阿明，一句是阿辉，伫灶坑头仔食恁弟弟的鱼仔饼。啊，再一句是阿忠。啊，你若换一个人，你再换一句，加一句话。哦，啊，你若传统的这种想法的时候，当然你会感觉讲，迄学愈侪语言的对咱人是一种负担啦。你就像录音机共款嘛，啊，你录录下30分钟就满无啊咧。哦，迄是传统的想法，但是呢？拢总是去甲你讲吼，毋是啦，咱人的记忆毋是爱一句一句记的啦，伊是安怎记呢？哦，像这呢，咱画这句法树啊出来吼，啊，这是句法的公式。其实呢，咱人内底呢，头脑内毋是一句一句咧记啦，是安怎呢？咱即摆试看卖啦，比如讲，咱若甲阿明啊换掉啦，哦，阿明、阿辉、阿忠、哦、阿朱、哦，啥物人，你若换做五个人呢？你就变五对无？啊，过来，你若甲灶坑嘞，即、這个地点甲换掉，换做教室，换做公园，换做啥物所在，换做客厅，换五种对无？你若只要你头壳内底有即个公式，啊，你即个只要呢阿边换五个，灶坑即个换到换五个地点，你就当生产出几句话，25种安尼。啊，你只取代一个，取代一个，啊，就五心五安尼。再来，你甲食物件即个食，甲换掉，换做啉，换做荤，换做酸，哦，啊，像换做好歌，你得换无同款的动词，安尼你得当换几种？五心五，搁心五，安尼换者，125种安尼。所以你只要，啊，只要物件基本的伊功效拢是这样，伊的功效是无变的，你是当换技术尔呢？啊，再来。你甲鱼仔变当换掉，换做肉粽，换做碗粿，换做米粉炒，啊，要换五种，安尼就偌济啊？5×5×5×5，等于625呢。所以你敢若换几个语数，换20个语数尔，但是公式是共款的。你才换20个语数，你甲排列排列组合，排列组合了，这20个语数伊会当生产出625种的。依据出来呢，哦，所以呢，你若过去的想法就是，你爱记125句啦，所以你录音机呢，30分钟两点半，但是呢，你若有这个公式，啊，你记20个语数就好，较先记你30分钟嘛录袂满，哦，20个语数才1分钟就念了咧，
啊、哦，所以呢，总是伊个即转换生态，即、這个概念一个出来了呢。哦，美国即个语言学界呢，由于即个做语言学习个完全拢变化，啊、哦，伊个规个观念规个推翻掉去啊。所以呢，咱即摆真侪咧讲迄个人工智慧吼，个工智慧物件，不用自动翻译物件，伊个基础根据拢是为遮来个，就是讲伊个基本个理念就是讲每一个语言内底呢。都有个结构公式，啊，你只要把只结构公式研究好势了呢，你才能对换嘛。啊，比如讲台语内底个公式是安尼，英语内底是安怎，啊，你就当有对换。啊，所以个人工智慧个基础就是为遮来个。啊，遮呢，要咱来转换做咱个语言实力，啊，语言学习，哦。所以呢，根本就总是伊只发个即个转换生产，古个生产出来只个。语言是一个概念，基本上是安尼吼。第一点吼，伊讲咱人天生着语言的公式伫头壳内底啊。咱个头壳内底呢，毋是像录音机安尼啊。你也想啊，咱人头壳若像录音机吼，你录遐济句，录625句，啊，你要找是足歹找。就亲像讲，你若去家乐福、去大润发，你要买物件，结果伊仓库呢拢平平，伊无甲你分类啦。迄几万件你要怎找？你找好吼，可能就天光啊，哦，所以呢，你看像大润发遮有遮超级卖场，伊一定爱弄爱甲分类，日常用品一类，啊要食一类，要穿的一类，哦，要啥货伊会甲分类。咱人个头壳嘛是同款的，啊，即甲咱即摆电脑讲个哈迪嘛同款，印地来滴嘛是同款的，伊爱分类去囥啊，啊你啥物件囥下底，伊搁一页专门咧记，你物件囥下底。哦，以后安尼分类啊，啊，所以呢，讲咱人诶，一出世，你头壳内底就有遮语言诶公式伫遐，啊，啊，一出世诶时阵呢，你若互伊伫某一种语言环境呢，伊就会甲迄个语言诶公式留落来。哦，即个重点啊，过去咱讲听一句读一句，听一句读一句，伊讲即对。啊，你若是传统迄种想法，无怪你学愈侪语言诶增加负担嘛，因为你遐咧读嘛，爱遐记嘛，你就变成负担。但是伊呾讲个方法拄啊倒变，就是讲，你一出世就遐公式去个，你只公式你若有用，伊就留个；，啊若无用就淡掉去。所以到尾结果是共款个。比如讲，你若出世是个台语个家庭，伊台语个公式就留来，所以台语会用，但是其他用袂着个客语、英语，遐公式就呾淡掉去啊。所以你就呾剩会晓台语尔。啊，你若淡着英语个家庭呾，你就剩会晓英语尔。啊，你若是淡着台语佮英语个家庭呾。伊安怎？台语甲英语两个拢留来，哦，所以即个讲，即、這个啊、原来是完全是倒变吼。啊，你若无用着公式，伊就甲淡掉去啊。譬如讲，你着你出世个家庭，啊，伊无越南话环境，安尼伊就甲越南话要用着公式拢淡掉去啊。所以你等你大汉了，若要学越南话，你来回头定来，会较困难。哦，你无用着公式来淡掉去吼。啊！伊只单调去个公式呢，你若要甲扣转来呢，就较困难，会造成负担啦。啊！你单调愈久个，要扣转来愈困难，负担愈大。哦，啊！这是啥物意思呢？这是一般大众用语来讲，愈早学愈好。哦，为啥物愈早学愈好个基本个概念是为遮来啊？哦，就是讲你这个公式你若单调去个，譬如讲咱物件，哦，咱一个譬如讲咱一个鸟鼠啊。啊、哦，这个花束呢，你若甲等伊粪扫摊，你若三分钟前等，即摆过来捡，应该过会通捡的。你若等掉一天，你可能就爱去楼下粪扫摊捡；你若等掉三天，可能爱去啊、哦、对迄粪扫场吼，看迄粪扫车车一堆，你来去遐捡。啊，你若等掉愈久呢，你来开愈侪时间，较捡会当来。啊，啊，你若等掉不能等吼，可能就捡袂当来。啊、哦，啊，所以讲个就讲。你单调一只公式呢，你也要扣单，就会造成负担。所以你囡仔呢，你若愈细汉，因为伊还袂单调足久的时阵呢，你互伊环境，互伊保留来。啊，因为伊是用保留的，所以伊袂增加额外负担啦。哦，啊，你若单调足久啊，比如讲五单啊、十单啊，哦，还是讲话人，等到要选总统的时阵哦，较一下假讲哦，伊嘛是台湾人，哦，再学台语、学客语，迄拢无效啦。你来看宋楚瑜的台语有听好无？有哦。
马英九的腔口，马英九的台语有腔口无？嘛拢有哦。你若愈换较恶，迄绝对拢有腔口的。啊，你若愈细汉，你的公声的拢要低的，要捡上来较简单，所以拢袂有腔口。啊，这真迄个思想的一个地吼，比如讲，我之前伫美国读册的时阵吼，我就观察到一个现象吼。你若是讲这个，像阮这种吼，拢二十几岁开始美国读册、读研究所的吼，甲你保证，大家人拢有腔啊。咱一听就知，哎，不是美国人讲的英语，系拢外国人的英语。哦，啊，你若是较早时看吼，比如讲十三四岁啊吼，读国中的时候，小留学生迄种的，就去吼，伊啊读册吼，伊英语讲也袂歹，不过呢，嘛是小可听出来啊。哦。但是你若是差不多读幼稚园进前哦，四五岁啊就去美国啊吼，迄种诶英语拢讲啊怎话，根本咧听无啥会知。你愈细汉去诶咧，基本上伊英语咧听袂出讲，哎，伊甲美国人有啥物腔，基本上咧听无啦。迄就是啥，伊足细汉诶时阵咧，伊遐英语公声咧，还未完全淡掉进前咧，啊，你就互伊英语环境，所以咧，伊就甲遐英语环境拢留落来，啊，啊，所以咧。这嘛是讲哦，咱若是自细汉，可以有多语言的环境，可以有足自然，有台语，有客语，哦，有日语，有英语的环境的时阵，基本上，只个语言公式，因为伊是拢留落来，所以袂增加负担，哦，伊颠倒是足自然个吸收起来啊。啊，颠倒你若是等较大汉啊，二三十岁啊，较要来学，你来付出较侪的这个负担啦。就像讲，我想在座各位。台语也好，客语也好，拢是大多数的人的母语吼。恁当初是安怎学台语，安怎学母语？你安怎学这客语？感觉有印象？若无印象，迄表示迄就是你的母语啊。足自然就会晓嘛。哦，所以你若是自细汉，若袂老母处理人，就对你讲台语也是讲客语的人的，基本上你的台语客语足自然就会晓。你嘛毋知影安怎学起来，伊迄就是足自然。哦，习得起来，哦，啊，你若是感觉讲，哦，我可以记起当初是安怎学英语的，哦，迄表示英语是话是较后来较学的，是你已经把公式淡掉去啊，搁要甲捡回来，所以你较有印象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个，再来吼，就讲吼，这个公式呢，啊。个一个真重要，就是讲吼，你若太细汉的时阵啊，你互伊只公式甲保留起来吼，相对迄个二三十岁，较要甲公式捡回来人会较好势。也就是讲呢，上好你是细汉，就甲遐公式甲保留起来。哦，万一若中途，哦，足久无用，哦，啊，你有一间要甲捡回来，会较简单。千万唔通讲细汉拢无顾，啊，三到三四十岁啊，较要捡。迄个也足困难的，用较具体的人吼，就是讲，你若是细汉的，你若看咱足侪人吼，唯一细汉可能是讲台语的，但是到我六七岁啊时阵吼，以后读册了，我煞拢讲北京话啦，哦，啊读册了，因为老师同学关系呢，拢无要甲伊讲台语呢，拢甲伊讲北京话呢，所以呢，因为读册的关系，煞当台语我豆豆袂记起去啊，等到二十岁啊，等到二十几岁啊，去做兵啊，哦。啊，才有机会去用台语的时阵咧，这个时阵伊要捡回来，啊，相对来讲较无问题。但是你若细汉完全拢无爱用台语的环境，等到二十几岁要做兵啊，哦，啊，伊才开始要用台语，就较困难学啊。啊，这理由是啥呢？就是因为你是细汉的时阵咧，你互伊把这个语言的公式甲保留起来，就亲像讲咱甲物件咧，先暂时啊放在仓库尔，你无甲扔掉去。啊！你放个仓库过三四冬啊，你若要用的时阵呢，再搁为仓库遐甲退出来，安尼时阵呢，你得个即个土砂粉用甲换半样样就好啊咧，你得当继续用啊。但是你若无甲保留起来，甲淡掉呢，你要捡上来就较困难啦。哦，啊，所以这是基本的一个概念。啊，过来吼，哎，拄则咱嘛讲着，讲咱人的头壳呢是分区来咧捡。欠语言的，伊毋是讲规官千百层安尼，规个拢来囥做伙，毋是安尼吼。啊，咱只有一个例吼，这是进前一个报纸报的吼。伊报讲吼，台东有一个卢凯族的，卢凯的这个原住
分处理青年的。咱知影台东遐，伊遐是岛族群的所在，客语也有，台语也有，原住民也有嘞。哦，啊，伊平时呢，拢是讲卢凯，吼卢凯族的这个话的哦。啊，但是有一间呢，伊为这楼梯吼，伊做事啊，为楼梯挂落来吼，爱磕着头啊，啊磕着头了，说惨啊，伊原来卢凯族话煞袂晓讲啊，啊去磕着头了，他当开始讲台语，啊伊厝人讲，哪只奇怪。啊！你平时讲卢凯族话，啊，奈磕着头了，看吼，拢讲台语。原来呢，咱个推测应该是吼，伊磕着头，拄啊伤着啥？伤着咧欠卢凯族的话，迄部分的脑啦。啊，即甲咱电脑同款咯。你若有较注意吼，你个电脑当下伊个讲磁轨受损，硬碟的磁轨也受损。你若受损，迄区域欠的物件你拢无去啊。但是话所在，还佫救会倒来，嘿，话还佫保留着。所以有可能就是伊拄啊磕着，然后磕着伤着即个欠即个卢凯族的话，啊好在伊佫晓台语的，吼、哦、啊所以即个是啥？多语言的好处，优美的语言。万不误因吼，你毋是讲出车祸，还是讲安怎不幸吼，头一磕着呢？你佫有优美的语言的优势，吼、哦、你有本来种的语言，你欠着无同的所在，你有优美的语言吼、哦，啊这是真正哦，这毋是讲笑的，即种的案例吼。哦常常出现哦，包括进前的啊，我伫这个某家歌书哈，哎，不是歌书，迄个歌艺啊哈，歌艺的一个乖孙有合作，伊咧做这个精神病患哦，诶，这个伊台语的声调研究哦，就讲咱平时讲台语的，啊，咱台语有声调吼，啊，你这个声调呐，讲也无好势的时阵呢，就亲像咱袂如外国人咧讲台语同款的，哎呀，一寡精神患者咧。伊平时好好是，哎，甲讲台语拢正正常，但是伊若发作了呢，哎，讲台语煞嘛，迄腔口啦，迄个声调拢无共起来，爱是安怎？有可能就是伊咧欠即个台语变调的，啊，声调变调即个部分呢，可能会故障起来，啊，所以变成变调变袂好势，啊，所以类似即种的即个医学上的案例是有哦，吼，都袂少，有一寡即个案例哦，啊，所以这就是讲。鼓励咱吼，尽量语言吼机会加学贯，啊，尤其趁少年嘞，也会使加学贯嘞，有好无坏害吼。啊，这是这个学上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理论吼。啊，以上嘞，迄部分就是针对讲咱台湾未来嘞，这个国民教育内底嘞语文的部分，咱要怎整？啊，咱分作本土语文、甲国际语文，啊，这要吼。啊，我顶个是差不多。爱学四种啦，吼！啊，当然咱有分啦，唔是讲各种拢一定爱变教吼。当然有分较主要的、较次要的，吼。啊，主要次要就由学生、家长因家己去决定，吼。我想安尼是一个较合理的一个做法，吼。啊，再来，除了语文的部分之外，吼，啊，佮咱其他的文书的部分，吼，是讲历史佮地理这部分嘞。啊，这部分嘛是同款吼，咱过去这部分嘛非常的少。啊，比如讲历史，讲到台湾史的无几页啦。啊，国中、高中先讲到台湾史的无几页的。哦，啊，若有拢是凊彩讲讲的，啊，无就讲啊，拢敢讲啊，台湾军部开罗宣言，啊，回归中国，哦，拢讲这种历史尔。啊，拢讲因的历史啦，因的史观啦，啊，无台湾史观啦，哦，啊，历史内底的史观作用的，哦，所以咱未来呢，历史甲地理这部分咯，也是。咱来为台湾做中心，才豆豆扩大，啊，用台湾的角度，啊，才豆豆扩大呢，扩大到日本、美国，啊，甲世界各国的这历史甲地理，啊，啊，中国史甲中国地理呢，迄就是世界史甲世界地理其中之一。咱无需要像即摆吼，搁遐专门讲中国历史、中国地理，哦，啊，背遐侪中国地理呢，结果迄拢是国民党去读的，甲咱即摆中国的嘛无共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这嘛是未来人历史甲地理这部分，啊，咱需要一寡做调整哦。啊，再来文化这部分，过去拢是读中国文化，哦，啊，譬如讲，阮迄个年代捌读过啥物《中华文化基本教材》啦，哦，啊，等等的，拢是读中国文化的相关的这个科目的。未来呢，这部分嘛是爱做调整哦。咱的以台湾本土的优先。啊，先为台湾原住民的文化才开始呢，豆豆扩大做
其他的台语族的、啊客语族的、啊伊的文化，啊，再来日本文化、美国文化、啊中国文化，甲遮的所有的新移民的文化，啊，新移民的文化咱嘛会介绍，啊，比如讲阮即个越南啦、印尼啦等等的，啊，伊遮的国家的文化是安怎？咱增加咱，就是讲咱啊，甲遮阮遮新移民的，啊，遮啊是关系当好的时阵。其实这对咱台湾嘛是帮助的，哦，咱来加建交一寡东南亚这些国家嘞，因咱有共同的一个的敌人，就是中国，啊，这是爱大家合作开当对抗的哦。啊，这是咱这个历史、地理甲文化这部分哦。以上这是第一项哦，就是讲要加强咱台湾的本土的语文、历史、地理、文化啊这部分的一个未来一个政策的规划哈。再来第二个就是要设立这个咱台湾语文的这个推行委员会哦，啊，这嘛是过去吼，咱因为受中国党的关系呢，啊，拢干呐独尊华语，啊，拢推崇华语的吼，啊，这部分呢，咱有需要特别来加强吼，啊，咱有需要一个专门的机构，就是来做统筹的这个工作吼，较袂散下下哦，咱一个机构呢，会当专门来。来督促甲去规划即个推行即个工作吼，啊，咱即个单语文呢，当然是包含着原住民各种文的语言吼，啊，佮即个客家，啊，佮台语，啊，即拢是咱台湾语文吼。啊，咱设立即个单语文推动委员会呢，啊，其中呢，当然咱初步嘛是正侪条嘛，啊，第一个是咱未来爱制定即个语言评定甲发展法，啊，啊，即呢。即过去几年前嘞，伫民进党执政的时阵嘞，啊，迄当时嘛有本来有咧用啊，迄当时伫即个教育部的国语推广委员会嘞，本来有咧推送吼，啊，尾啊民进党就惊着，因为着国民党伊当抵抗嘛，甲抵制，啊，所以尾啊迄个变起来，尾啊敢若教育建文啊文建会就甲变起来，冻会遐吼，啊，未来咱会应该爱来推送即个语言评定甲发展法，啊，即拢着是根据。世界语言观宣言，啊，佮世界文化标准性的宣言来制定，会使保障咱台湾本土各族群的即个语言的平等佮伊的发展吼。啊，再来就是，伊现主席呢，咱现主席有原民台吼，原住民的即个电视台，佮即个客家的电视台吼。未来呢，伫咱台湾即种语言无平等即种局势，还袂完全改善进程的，咱的。应该爱增加这个台语的电视台，因为咱即摆现主持呢，有客家有原住民，但是对着咱台语的部分呢，全部都拢无，啊，所以变成讲，啊，伫这部分呢，咱就有一寡较欠缺的部分吼，所以这部分咱伫未来这部分嘛，咱用吼，等当然等到有一天呢，这个语言无平等的这个环境已经有改善啊，未来咱才恢复这个自由。竞争的这个自由市场的竞争的方式吼，再来伫这个国会呢，甲国际的议会呢，咱建议爱设立这个同步翻译的设备甲人员啊，啊，尤其是伫国会内底呢，应该爱以身作则啊，就是讲爱保障每一个议员、每一个国会的这议员呢，伊要发言，伊要用啥物发言拢会使，伊要用原住民话发言，咱嘛应该保障啊。安尼做个时，咱才当保障着遐，譬如讲讲台语、讲泰雅族的话人，哎，伊有才有机会当做翻译人员，才有机会会当食头路啊。啊，若无，你干呐强要逼伊讲，啊，你来学泰雅族的话哦，啊，学落去讲，啊，我要教啥人讲，两家阿祖讲就好，甲阿公讲就好，啊，咱也袂当食头路啦。所以呢，类似这种的，你伫国会内底，咱也尊重讲，咱来平时爱准备只翻译人员。一方面嘛，增加伊就业机会嘛，只系咱鼓励伊，把家己的作业甲传承落来嘛。哦，啊，若无变成是一种诶，即个干呐意识形态，讲哦，你台学台学，但是迄种迄毋是办法啦。哦，所以爱增加伊的一寡就业的机会，而且这嘛是一个基本的人权的尊重。那你一个身为一个国会，尤其是中央级的国会的时阵，你若无遮设备，这是作行的。哦，啊，这个设备这开也毋是遐钱诶，啊是来讲变。维持这些人员，迄嘛不是啥物大困难的问题吼。所以呢，咱建议伫这个国会呢，甲地方的议员都应该爱有这些环境设备甲人员。啊，啊，再来，
咱来建立这个台湾语文的书写标准化、甲现代化的这个常态的结构，就是讲，咱台湾语文包含原住民、客家还是讲台语的，伊这边呐标准化、变呐现代化，啊，这还有一个专门机构来做这规划啊。啊，因为语言的现代化甲标准化，大家国家拢共款，拢是国家用政治的力量去制定出来啊。英语也共款。日语也同款，包括中国语也同款。啊，伊虽然讲，伊可能有一个历史的一个传统，历史的一个现有的一个基础，但是到现代，拢是透过国家的力量去甲标准化、去甲现代化。啊，所以咱这部分咱嘛需要加强，因为过去咱都信不完命嘞。哦，啊，这个中华民国将来也无甲恁照顾，顶多搁来甲恁打。所以这部分咱必然嘛爱有专门的机构，针对这个标准化甲现代化。来做规划吼，啊，再来，咱来建立这个台湾语文伊的这个语言能力，甲语言教学的认证的机构，啊，就是讲，啊，你的台语讲了好啊，无好，你的客语讲了好啊，无好，哎，你来去认证一下嘛。譬如讲，像人英语呢，有足侪种的，有托福、IELTS， 啊，美国是用托福，啊，啊，这个英国有 IELTS， 啊，还是讲有足侪种诶，无同的英语的。能力的鉴定的，啊，包括譬如讲，像阮以前要去美国读书，来考托福的，哦，啊，看你英语程度到啥物程度嘞。所以像这种呢，你语言的能力程度鉴定，即嘛也需要，啊，就是专门机构。啊，过来就是教学能力，即教学能力甲一般语言能力是无共吼。语言能力是针对一般人、一般学生，啊，教学能力就是讲针对要做老师的人，譬如讲你要教客语。啊！你唔是讲会晓讲客话，你才能教呢？客语的相关的知识你嘛会晓呢？教学的知识你嘛会晓呢？啊！即个像即摆，你若要教英语，唔是讲你美国人会当来教英语呢？你嘛爱受过特殊的课呢？啊！像我以前伫美国德州大学读册，阮下头某迄个课程是有关特殊的课，迄个爱修十个学分，你若修满，才会互你一个证书。啊！像这种特殊的证书呢？啊，你才有受过这种的证书，你才才有机会通去教英语啊。所以未来咧，咱台湾语文嘛同款，你要教台语，你爱经过台语的教学能力的证明啊，你受过相关的课，受过鉴定了才能教。啊，唔是讲凊彩你讲讲台语来讲教啊。啊，所以这部分这嘛是咱未来爱规划吼。啊，过来咧，咱来奖励出版。即、这个用台湾语文书写各种的教科书啦，啊，即嘛是非常欠缺。譬如讲，咱物理化学，诶，啊，你用台语要哪要哪教，啊，你教材物理化学内底，爱想办法啦，哦，啊，你刻意要哪来讲这物理化学的物件，哦，啊，譬如讲，即、这个咱讲到即个牛顿，啊，牛顿，哦，啊，牛顿爱是要哪讲，是要叫牛顿，还是叫古董，还是要叫做啥？啊，即个是规范啦。啊，当然，有人讲，它比较麻烦。当然，拄开始会较麻烦，但是即个规规当了做就好啊。啊，你一开始呐，不爱即个麻烦的，咱就永远做中国话奴才啊。啊，所以这是应该爱做的。规当艰苦的过就好啊，无问题啊。啊，所以像这部分呢，咱嘛是未来爱将来讲。物理化学好，数学也好，哦，天文地理各种的这些学科呢，哦，你要哪用各种不同语言，用台语、用客语、用原住民话，每样拢发到来写这教科书，这拢爱将来爱将来来出版哦。啊，过来爱将来这个有关台湾语文啊、历史啦、地理啦、文化啦，这些研究甲推广，而且开会，啊，这拢爱将来哦。啊，过来将来。用台湾语文来创作的这个文学作品、艺术作品、哦，歌曲还是电影，哦，尤其是这个歌曲甲电影，这是大众文化真重要的，哦，后盖周杰伦呐，甲咱唱台语歌，咱就甲奖金甲鼓励一下，哦，还是讲蔡依林甲咱唱一下台语歌，哦，因为这个对少年啊的鼓舞的作用非常大，啊，所以尤其这个五六届这电影呐。歌曲即咱来接的，爱用咱台湾本土的语言，台语也好，客语也好，原住民
作曲啊，啊用这来创作的，咱爱来讲的，哦，因为这对着这个少年啊影响非常大吼。再来，咱来讲的这个报纸杂志呢，用台湾语文来书写来出版啊，哦，像我看这个《自由时报》，哎，有当时啊呢，会有哦，有一挂片段呢是用英语的，还是讲日语的，但是都毋捌看过台语的，嗯，哦，足久啦。古早以前捌有迄个台语点心摊，啊，但是无外久就关起来，吼，因为都无啥市场咧，啊，所以咱未来，咱来将个就讲，即个大众媒体报纸杂志咧，咱将个，哦，你就是，来咱用本土语文来出版，哦，啊，咱就来将个，哦，啊，过来就是讲即电视啦、媒体啦，哦，伊来当用台湾语文来制作即个节目啦，哦，还是讲即个直播。这咱嘛是讲个奖励，就是讲正侪相关个奖励工课，啊，咱尽量用奖励方式个啊来鼓励来做这工课吼。再来就是讲，咱来进行这个全国个这个语言普查啦吼，就是讲咱即摆到底偌济人讲客语，偌济人讲原住民话，偌济人讲台语，哦，啊，偌济人是双语还是三语，吼，这样个咱拢无足清楚个，啊，这咱应该做一个调查吼。只要讲是每用每十单，然后一届铺单，企业的铺单，啊，就是这种的，即咱未来来做吼。啊，过来是这个有关宝可梦这个部分哦，即未来咱应该会做宝可梦啦，因为这宝可梦呢，即全世界只嘛干台湾在用尔，含中国嘛无在用呢。咱中国迄边是伊的创始者，伊的源头呢，咱中国只嘛无在用宝可梦啊，全世界只剩咱台湾在用。结果咱这套宝可梦干咱用北京话呢，哦。也袂当拼台语，也袂当拼韩国话，也袂当拼其他个语言，哦，啊，所以咱未来呢，宝可梦应该先甲废除掉，哦，莫阁用这宝可梦。啊，你若用罗马字个时阵，足方便个，迄基本个概念，你若晓一套，你就当相通啊。比如讲，我进前去学外人话个时阵哦，足紧个，因为外人话嘛是用罗马字个，啊，迄罗马字个拼音哦，迄规整个，甲咱台语个罗马字足共个，90%拢是共款个。哦，所以我迄个是作品的，哦，啊，所以这就是讲哦，你若通一套，你要转换另外一个作品的。倒转来讲，你若外人人要来学台语，就蛮作品的。我有一个外人学生哦，伊是嫁来咱台湾的外人，诶，这个外人媳妇哦，啊，伊尾后来咱先在台湾所读硕士班，啊，伊来的时阵哦，伊去补修大学部迄个台语课，我互伊专班第一关。吼，哦，伊台语毋通甲我讲，那罗马字写个写写叫，伊个震撼度吼比台湾人搁较好，因为伊外人话就是用罗马字个，所以要转过来是足紧个。啊，伊作业交作业拢用罗马字个，伊甲讲老师，迄用个汉字伊看拢无啊，汉字较慢，伊讲转落伊看得较紧。吼，哦，啊，所以这是有关系无关系个问题。所以咱若用罗马字个时阵，咱要去学英语、法语、德语、印尼话。马来西亚话也是讲越南话，加足方便个，迄是相关个吼。所以未来呢，咱宝宝要哪个用啊？咱那个囥个博物馆好啦，哦，诶，啊，过来呢，咱这个台湾语文使用汉字个比例呢，嘛应该爱逐年下降，大大下降。啊，当然咱袂讲用用个读起来吼，读起来可能真侪人反对吼，咱大大下降啊。咱五个呢，20年后呢，汉文会当。会当袂阁出现偌紧啊！啊，通常咱20啊，即只等小学啊，吼，即个小学生呢，等到伊大汉大学毕业了，一代起来了呢，基本上当语文就拢稳定啊。啊，所以到20后，即汉文会当无衰用啊。啊，当然咱毋是讲排斥汉字，排斥中文，是遐个物件呢，无需要逐个人拢去学遐物件。就亲像讲，各位你有需要逐个人去学即个甲骨文无？无需要嘛，迄是专门研究文字学诶人较研究就好啊。哦，莫讲啥，我本身是语言学诶博士呢，我甲骨文嘛毋捌。哦，哎，每一个人诶专业嘛，所以无需要逐个拢学甲骨文嘛，同款诶道理。无需要所有人拢学汉字嘛，无需要所有人学文言文。迄个专门诶人，未来，比如对汉字、对文言文、对遐汉学较趣味诶人。无要紧，咱嘛尊重你，啊，你着大学吼去读汉文系，或者是中文系，
吼，啊，研究所咧继续研究就好啊咧。就像越南伊即摆嘛共款啊，越南即摆吼，你若凊彩叫越南人讲，啊，你汉字看过啦。虽然过去一百年前，吼，像讲吴志明，伊本身嘛个，伊本身嘛汉字哦，但是即摆越南人一般人看无汉字啦。啊，你讲看无汉字就死，嘛袂啊，人嘛活了好好啊，哦。啊，伊你若要汉字的人，你先大学学汉文系，因大学有汉人，叫汉农的，看汉农的。汉字甲字南字诶学系，哦，啊，咱未来台湾嘛是当安尼啊。你大学有汉学系，啊，汉文系，哦，啊，是讲中文系，啊，有兴趣啦，才去遐做专业诶学习，安尼就好啦，哦。啊，过来就是讲咱即个大学以下咧，即个十二年诶，即个国民教育内底咧，咱即个，若是有人兼着中文诶，吼，当然咱平常时就无强制你一定爱学中文啊，吼。啊，若是学中文的人呢，咱迄个文言文的比例吼，爱维持20%以内啊，袂当像即摆呢，即摆是平均好达到5%。就讲高中吼，高中的国文课哦，台湾的高中国文的教务是平均至少达到5%的文言文啊。各位，你知影兑换中国，那才几%无？然后甲统计，兑换正港的中国哦，那才25%尔。咱高中国文才25%的文言文啊，啊，咱这台湾这假牌中共吼，讲学65%啦，结果学了台湾人迄个中文程度，敢有比中国较高？嘛有啊，哦，啊，就是愚民教育嘛，拢甲你叫你死背遐个物件就好个咧，哦，啊，所以咱未来呢，若是拣中文要学中文的人呢，迄个中文教材呢，除非你是专业大学还是研究所要研究的人，啊，若无。在国民教育内底，无需要超过20%啦，啊，爱控制住20%以内，哦，啊，再来呢，伫现阶段吼，现阶段呢，台湾各大学差不多逐间大学拢中文系啦，啊，这是非常阿爸的，哦，啊，咱伫未来呢，咱爱停止即个各大学吼，新设中文系的申请，袂使阁增加。家己当关起来，袂使增加。哦，啊，过来吼，就是讲，即个大学、各大学中文系所谓师资吼，啊，啊，你若退休了呢，咱就无要补啊。啊，遐课呢，转来吼，台湾系所。哦，有个人讲，啊，咱是咧个排斥，无啦，这毋是排斥啦，咱是要恢复正常尔。现主是这是无正常的状态啦。哦，咱那个恢复正常啦。哦，诶，啊，所以呢，这是咱台湾自然爱做。啊，若无咱从偏只看就讲诶，哦，啊，即中文诶未来就是衰啥外文行业内底，啊，你甲英文，若甲其他诶越南文，啊，像其他西班牙文、德文同款嘛，你着踮外文行业内底就好啊。咱越南嘛是安尼处理诶呢，越南吼，因拢总嘛50几个民族哦，哦，其中华族嘛算是呢，嘛算是个少数民族啊吼，有54个，但是呢，伊甲华语定位做啥？外国语文啊，华语外国语文啊，因绝对袂把华语当作是本国语文的，啊，所以呢，未来咱台湾应该嘛是爱参考外人的做法哦。再来呢，咱爱办这个台湾语文、历史、地理、文学等等的，即个本土的即个文书的建设，或者军公教的人来进修，哦，啊，伊即个军公教呢，伊若要家己铁饭碗保掉呢？拢会先进修，爱通过啊。啊，若无吼，咱还有一个期限。啊，若未通过吼，拢换掉。哦，你即若无换掉吼，你拢原来骨头壳尾，咱做啥物新思维个工课，无可能啊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即咱是未来嘛，爱来做。啊，过来就讲，现主持呢，伫中华民国制度之下，伊公务人员拢是考啥个？拢考中国语尔。哦，而且过去做要求就是讲吼。啊！你中文若无入格吼，你其他分数较悬嘛，歹录取呢。毋知即摆阁有啊无啦吼，嘛是还阁有吼。嘿，啊，这是足阿爸足无理个吼。所以未来呢，咱个公务员可是无应该是安尼，应该是根据讲，因伊未来是要对服务，伊若是要关注伊个保障服务，应该考关注伊个话啊。你要客家种服务，你来考客话啊，他会使全国拢考北面话。你都不是要北面服务了，所以咱应该根据讲，你要去对服务，啊，你来考啥物事嘅，
毋是拢靠北京话啦。哦，所以咱未来爱根据伊要服务的对象、服务的区域来做调整，安尼较合理啦。哦，嘛毋是全部拢靠台语，或者是靠客语，根据伊要服务的对象，哦，咱再来去安尼。哦，啊伊安每一种语言，拢来来个加分啦。哦，伊会咱五种语言啦，一种是较老的啊，来个加分，爱肯定伊啊。哦，未来应该是爱有安尼一个做法吼。好，这是以上，这是咱第二项的一个政策吼。啊，过来吼，咱再来讲较紧的时间，真有限吼。第三项呢，就是爱整顿这个各大学的台湾系数哦，这部分吼。啊，这部分呢，真侪人呐无了解哦，可能讲啊，这各大学现主席台湾系数哦，包括台湾语文啊，或者台湾文学。啊，像台湾文化、台湾历史，这下所敢不是做台湾意识的？我讲啊，一般意识假啦。嘿，我是内底我知啦，这拢是后来啊假广告啦。真正听到是安尼讲啊，啊，咱时间久了，我就简单讲，咱未来呢，咱修炼专人的小组，对各大学这台湾相关的下所，爱重新来评价。啊，对着伊这书主。对着这课程，咱连续无当我也去评价，啊，若无好诶吼，拢换掉，必须来关起来。啊，无遮诶吼，真正是后来加补课。譬如讲啦吼，像即、這个前届我控评村明亮吼，照讲呢，台湾下所应该拢爱支持较对，结果呢，上大声出来反对我，啥物事？阮下十个教授啦，十个老师啦，哦。啊！伊十个老师就咧讲，啊，咱来心胸较包容者，毋通咱排斥别人。奇怪，是黄春明咧排斥咱本土语文咧，吼、哦！啊，煞煞开讲，我是咧排斥伊啦。啊，这是啥？第一个站出来，颠倒是台湾系咧，颠倒踮中文系咧踮啾啾咧，颠倒佫有几个中文系师弟啊，敲电话讲，哦，你做啊做好个，甲支持咧。啊，你看这台湾系说有行啊无行？啊，这就是啥？咱拢已经吼。中毒去啊啦！无形中吼，拢用迄中国观念去看台湾的迄个物件，啊，足侪拢假牌。你像阮系一半以上拢中文系出身的呢，台湾系结果一半以上拢嘛是中文系来霸占的，哦。啊，你讲像其他校，佫愈惨的愈侪哦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像这呢，台湾系即个系数呢，应该是。啊，咱搁记一下侪人吼，譬如讲像阮遐呢，迄台湾文学遐呢，照讲应该是注重台湾语文的，结果阮遐嘛无呢。啊，对了，阮遐是全台湾的台湾文学内底，搁算好啊，因为我为有我伫遐咧甲因控制吼，所以算搁较好是啩。但较好是好到偌济，咱看卖吼。阮台湾的毕业分呢，128个啦。啊，阮校外文学毕业分嘛128个吼。啊，必修内底呢。台湾的三个字吼，啊，内底呢，伊的国文、中国文吼，必修搁爱四个字，英文必修嘛爱四个，啊，作曲就是讲台语、客语、原住民话，几个三个学分尔，比国文、比中国文的搁较少啦，啊，啊，咱外文系是安怎？你看咱外文系，吼，伊国文，因为这是校规定的，所以四个分，咱英文必修伊也是搁加了30个啊，咱英文外文系内底呢？英文的听讲读写各方面必修课，统统加起来30个，要加强伊的英文的能力。结果台湾的是三个啦，是大概十分之一啦，十分之一啦，安尼有行无行？啊，剩的课程拢啥？剩的课程拢中文的袂使教呀。啊，所以足侪台湾的尾啊，拢请啥物啦？拢请中文的去啊，就是安尼啊。啊，爱就食一个名，你像讲陈鸿明。伊即摆做正大台湾文学系台湾文学所的所长呢，哎嘛是假的啊！伊即摆咧食迄个名啊，哦，啊那必须要关键时伊就徛出来反对台湾啦，啊但伊会当有一个头，讲我是台湾系呢，啊你当甲欺骗啊，啊你像讲正大清华，啊这之前科会啦，可能听过吼，是讲像正大清华台湾所呢，啊这嘛是拢假的。你看，你像正大就是陈鸿明因遐个，因遐研究所有台湾语文课无？无半节啊，毋是恁个咱上网站去甲查。过来，因个入学课吼外学个，硕士班个入学课爱考中国文、英文，
台湾老师分给你有较贵，啊，再来中国文学史啦，伊台湾所讲一万科爱考中国文学史啦，诶，爱探考一本书，哦，啊，探考美国文学史，哦，咱大家人拢嘛听过莎士比亚，哦，啊，咱英国文学史嘛爱考，对无？哦，伊个理由讲吼，啊，咱台湾呢就受中国影响足大，所以爱捌中国文学史，讲啊，咱受莎士比亚影响嘛足大个，啊，英国文学史嘛爱个。哦，也是讲受这个德国文学影响嘛足大个嘞，哦，咱嘛爱学德国文学书嘞，哦，再来你看伊个这毕业，毕业的语文的要求啊，你毕业啦，你有啥物语文的练练嘞？你话伊个要求了英文，佮第二外语，但是呢，本土语文拢无要求，哦，啊，清代嘛同款啦，所以你来看，这就是作行个。所以，因遮呢，基本上呢，伫做台湾文学、台湾的即个研究呢，也是徛伫中国的角度啦，拢用中国的史观、中国的思维去看台湾，伊也是把台湾当作是中国地方之下的一个文学安尼尔，来在看。好，这是第三点吼，就是精准大学台湾的说。啊，再来第四呢，咱是伫海外呢来设立。这个台湾语文中心吼，在台湾 center 的，这几年来，各位拢会当发现讲，韩国人啊，韩国戏曲啊，音乐伫台湾真时行吼。啊，实在讲，唔是干咱台湾安尼呢，伫外人，伫世界各国，足济足济人，足济少年啊，拢足时行这个韩国村的。所以你看，即摆台湾的电视吼，韩国村强要比日本村较济呢。过去拢是日本船较济了，即摆韩国船愈来愈济咧，因人韩国人足积极伫推广伊个韩国语言甲文化。哦，你看像咱台湾，政大也好，文化也好，拢有设韩国语文学院咧。越南嘛有咧，越南因个即个国家大学上好个国家大学嘛韩国语文学院咧。啊，我有熟识，我问讲，啊你若设这個，讲这早前拢是韩国。应该是帮助来赞助来干涉的啊，哦，所以韩国人足积极伫台湾推广的韩国语文文化，包括韩国人呢，伊搁伫在韩国哦，因为设一个世宗大王奖，啊，世宗大王就是因当初是相传哦，是即发明韩文，就是韩国文字的迄个大王，世宗大王，啊，伊为着要纪念伊呢，伊在韩国甲开钱甲设世宗大王奖的，就是鼓励人哦。啊，你若有用我这个韩文吼，比如讲你若非洲啦，什么所在吼，你若无文字，啊，你甲我即阵体验改改变做你的文字吼，哎，甲恁斗相共个对啊。人像这种个，咱做足侪只个工课，吼，啊，咱台湾毋是啊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只要讲咱台湾是有这个实力啦，哦，尤其咱台商伫海外遐尔济，敢若郭台铭就伫中国讲请100万个工人。哦，啊！佮世界各国遐尔侪台商，只要台商若有台湾意识，认同台湾，要倒推三个时阵，啊，你若讲，譬如讲过来面，你若讲吼，甲伊个员工讲，你若向台语会向客语个呢，我加薪5%，还是我优先录取，我请工人，我优先录取嘛，对无？哎，安尼就偌济人要学台语啊，偌济人要学客语啊，哦，过去咱为啥要学日语？为啥要学英语？有个人想我要来。像迄个日本公司食头路啊，还是讲美国公司食头路啊，当然英语自己都爱会晓啊，同款的道理嘛。哎、欸，咱台商，你有权利，你都管他，你当要求讲会晓台语、会晓客语的人优先录取啊。比如讲，咱台商，伫越南嘛有3-4万的这个厂商的，但是这样呢，嘛拢无台语先。你若台语先，拢无管要晓台语的人优先录取，哎、欸，偌济人来学台语，去带动偌济海外企业。啊！你足侪人学台语的时阵，你会当安怎？譬如台语的电视剧、台语的歌曲，会当外销伊遐嘛？啊！你台语的电视剧、台语的歌曲，若销伊遐时阵，无形中咱台湾的文化产品，啊、哦，化妆品也好啦，手机也好，会当去销伊遐呢？啊！这是人即马韩国人咧做的呢。那韩国人就是安尼啊，用韩国电影、韩国戏曲、韩国的音乐拍头阵，过来伊手机、伊化妆品就来啊嘞。啊！咱台湾人戆戆的。然后你讲咱大游击战也无组织进来，啊，所以即咱未来爱设这个台湾语文，这个中心哦。啊，过去咱包括民进党，我会记得刘锡坤
入来的时阵，佮讲吼，要台湾成做世界防疫中心，卖戆啊啦！咱中国十几亿的人口，咱若想要华裔，就想要中国啦，无人会想台湾啦。就亲像讲哦，我即摆若100万要学国语，要互你国外学英语啊，请问你买美国还是买菲律宾？买菲律宾的酒，无人买菲律宾啦。菲律宾嘛咧讲英语呢，还是讲你买印度学英语的无？无人要去啦。大家人拢嘛要正港的英国、美国，同款的道理啊。人要学华语，人袂来台湾啦，人袂来去北京啦，去中国啦，袂来台湾啦。所以咱卖讲啦，卖甲中国遐侪讲，成做世界华语中心，成做台湾语文中心才有可能啦。卖成做中国迄个华语中心。好，最后呢，时间真有限，咱第五点吼，咱就是个国民素质教育爱改进，就是咱现有的这个中小学老师呢，未来拢爱重新检定。用五冬的时间给伊，你台湾的语文、历史、地理、甲文化，这专业知识，拢爱来认证。认证无过，啊，包我看看来讲，应该安尼，因为伊迄是中国中华民国教育出来的，伊是要训练中华民国的老师的。但是咱未来咱台湾话的老师，唔是要遐老师啊。你若无法度专业，你就当去食家己啊。哦，这是咱未来应该爱做的。咱互伊五冬已经做够。哈、哦，嘿，这时间咱会未来咱个可能，过来咱来推动十二年的国民教育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第七项就是咱这个幼儿学习的义务教育，这咱嘛爱推行。咱即摆真侪人唔敢生囝，比如讲我即摆还未生呢，也饲袂起嘞。哦，有个人讲啊，你生一个，互你5000，互你1万，嘿，迄干呐要去大病都无够嘞，要生产都无够嘞，真侪人就饲袂起嘛。哦，爱上班爱顾囝，这是要怎做？所以咱未来这个学前的这幼儿教育，咱应该提供义务的教育，就是讲你若经济较弱势的人，嘛有机会来受教育。这咱应该未来嘛安尼做吼。啊，再来提升大学的高等教育品质，这部分咱嘛是未来爱加强吼。这上是咱各位在甲你看。再来就是推动国际学术交流，这其中内底呢，咱上重要就是台湾研究国际化。哦，就是、台湾学这部分，咱比较爱推上。人在韩国拢韩国学、日本学，哦，甚至讲越南人，即摆都拢推学、推上这越南学、越南 study， 人已经推上几两间嘞，结果咱拢无。所以咱未来呢，国际学术交流内底第一个就是这个台湾研究嘞，哦，咱爱推上哦，啊，鼓励世界各国，特别是东南亚这国家嘞，你伫大学内底学台湾研究，啊，向台湾语文学习。啊，另外一方面呢，咱推出这个国内，咱本身国内这个国际研究的部分吼，区域研究这嘛是咱较欠缺的。啊，这区域研究内底呢，特别是针对东南亚、东亚啊，佮美洲这部分的，这嘛是咱未来应该做一个重点吼。佮来第十项，爱限制中国学校佮学术交流啦，袂当像即摆这个马英九执政之下，中华民国即摆对中国是学校是全面开放的，这未来咱有。爱有限制啦，袂使无条件的这个的开放吼，就是讲中国还袂放弃武力犯台之前的，伊这拢是政治企图的啦。咱爱有条件限制，爱有一寡限制啊，当然限制咧技术上咧未来再去推论吼。好，最后咧第十一点就是讲推广教育甲重视的学习啊，这嘛是咱未来应该做的吼。啊，佮维护着这个身心障碍甲发展较慢的这人的受教育者。哦，譬如讲，啊，目睭无看的啦，听得较无好个啦，还是讲有残障的啦，啊，还是讲发展了较慢的这个迟缓的这个部分的，咱应该提供适当的这个教育的补助，可以让他受，这个就是讲受到这个保护吼，啊，这个教育吼。最后一点就是讲，针对新移民这部分，咱嘛爱提供教育机会，啊，这部分呢，因为譬如像为东南亚来啊，特别是像越南来的这些。基本上，伊个教育水准拢较低些，啊，拢较重视学尔。啊，咱未来应该爱，因为咱既然实行即个十二年国民教育个，未来只呢无到十二年国民教育个只呢，咱嘛是提供伊啊，重视学习甲推广，甲来补伊只个学历。啊，啊，佮除了这之外，当然还佮有相关个，吼，比如可以当适应咱台湾只生活甲文化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咱嘛是要肯定伊本身个即个语言甲文化。啊，咱无排斥因个语言甲文化，就是讲用
和谐斗阵的方式，变做安尼对双方较有利啊。啊，咱卖摆脱着本地的这企业甲文化吼。啊，当然详细要怎做，我内底嘛小可有写着吼。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呢，啊，我想我这节课就先讲到这。啊，咱唔忙咱台湾的未来教育，亲像咱现在这阵大阵钱啊钱吼，会当做两件好事啊。啊，好，谢谢大家。起立，起立，叫群众进。